逼住俾公司清大噶，冇地方好去，温喺间屋度。冇理由放假都咁颓噶嘛，仲要食颓饭，唔得，一月挑战一下自己，日日煮三餐。助手嚟啦！助手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煮食神器啊！这个智能电煮锅冇嘢难到佢噶，煎炒蒸煮煲饭都搞得掂，有佢一定有啖好食，即刻搞掂个早餐先。清唔清地食个早餐，不如就煲粥食咧。嗱，落水，落米，然之后咧就开着佢内置嘅烹煮功能，一共咧有五个模式噶，我哋就拣煮粥模式啦。嗱，本身咧佢有内置嘅预设时间嘅，如果觉得唔够时间嘅话，可以喺呢度加减噶。佢传热咧传得好快同埋好均匀啊，话咁快就煮好一锅粥啦。智能电煮锅嘅第二代仲有埋呢一个蒸架噶，咁就可以同一时间下面煲粥，上面攞嚟蒸嘢食啦。用嚟蒸包、蒸点心、蒸鸡蛋都冇问题噶，两至三个人嘅份量都应付到。朝早食得清得滞，下昼煮啲香口嘢啦。呢个锅嘅内胆系易结陶瓷，唔会黐底噶，用佢嚟挑战冰花饺子啦。煎到收乾曬水，然之後熄火，再咧拎個碟擺上上面，一反轉，哇！冰花煎餃啊，成功啊！真係好薄好脆喎，用呢個煲整咧真係好容易啊！我都係第一次整嘅啫。呢個鍋唔黐底嘅另一大好處就係容易清潔啦，嚟睇下，哇！一抹就得啦。净系饺子唔够食，再用嚟整个 XO 酱炒公仔面，一样唔黐底噶。哎呀，夜晚约咗朋友食饭，未谂到食咩好添，一于约佢哋翻屋企食海鲜蒸锅啦。先食海鲜，透明玻璃盖可以睇住食物蒸熟味。蒸完海鲜嘅鲜味精华会滴落下层嘅汤底度，校翻去火锅模式，再打边炉。是不是以为打边炉的煲就一定会很热呢？但是其实它有个隔热层的，就算不小心揩到它的话都不会辣身的。喂，仲等乜嘢啊？快啲过嚟食嘢啦！